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乔林日志。今天带大家来吃 Peppermint 的 buffet， 在这个 hotel 的上面。我们现在离预约时间快迟到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赶快走吧。Let's go。水晶灯，四楼。Very full. Thank you.Level four. Ah, peppermint. Peppermint, Jenna. Peppermint, peppermint.Peppermint, Peppermint. Hi, hi. Hi,怎么做？那你坐那边，我坐这边。好，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Peppermint 的点餐系统。它是刷桌上的一个 QR code， 然后点餐进去之后有不同的画面，然后这边有茶碗蒸，有一些海鲜面，然后还有意大利面，甚至还有日本寿司、烤鸡都有哦。这是我们的餐具，这餐具好赞啊！这个是水杯，水杯是绿色水。柠檬水耶，它的设计好酷。好，接下来带大家绕一圈，它有分不同种的餐点给大家选择。然后现在的用餐都是他们送到桌上给我们。然后这边有中式的、日式的、西式的都有。然后它有甜点区。然后这边是有座位区，它座位区现在都分区来坐。然后还有就是日本寿司、生菜沙拉这样子。然后这边是咖啡吧，水、柠檒水。哦，这些我们都不能自己拿，都是他们送给我们这样子。那这边还有现场的日本师傅在捏的寿司，他寿司有超多种的，然后每一次送到桌上都不一样。那你那个可以放进来一点。好，我们一百盘摆好。好，可以了。如果不知道它是羊，就会吃。
四色冰淇淋。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